收看布布不爸，我是布布，我是不爸。依照抽选出来的五个号码分别是9号、44号、69号、79号跟82号这五张，使用的款式是一路发。这一次还蛮巧的，有三张都是九尾的数字，9、69跟79。一路发总共有四个游戏，第一个游戏区只要刮出一个8就可以获得奖金，越多的8就可以获得其对应的奖金越多。第二个游戏区刮出一个金额就可以获得该金额。第三个游戏要三个8就可以获得800块。最后一个轻发这一区呢，要三个发才可以获得对应的奖金。看完奖金结构之后，我们马上进入实测。第一张由9号来打头阵，我们先刮哪一区呢？我们先刮游戏4，刮出三个8得该奖金。一个8，两个8，哇，中一个中，这样就没了，没中奖。换游戏3要刮出三个8得800元，没了。第一个刮到2就没了，接下来是刮出金额。得该金额200，接下来换第一区，有8吗？6 1，感觉这一张就这样。9号这张的英文代码是 TWO， 中了游戏2，这里200块五掉。第二张来刮的是82号，江湖传说的82号。有第一局刮到第4局。第一局要刮到8才有带奖金。最后一个没有，没有，所以第一个没有，换第二该奖金000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游戏3要三个8得800元，没了，没。841，最后一个发没了，没了。一开头就没了。嗯，这张82号，它的英文代码是 SIG， 没有中。没掉。嗯。第三张是44号，先从游戏2刮出奖金。没有。你要。换游戏3，刮出三个8得800元，没了，没了，后面不用看了。轻发一个8，没了，一个中没了，一个西。好，来。7 5 1 4 2都没有。第三张44号英文代码是 FEY， 没有中，没掉。嗯，接下来是第四张79号。从游戏1 3 2
九，再减一就好。六没有，四一七加一没有，哇，发好了。哇，没了。对啊，中西北北一个发都没有，奖金是多少？8000。难怪。刮出000，刮出三个八的800元。一个。啊，没了。没看到了。9。还想用9片呢。第四张的英文代码是 EGB， 没有中，没掉。剩下最后一张，交由布布来刮。最后一张69号，我要从8开始好了。两个发，再来，没了。看一下奖金，800。这个。然后刮出三个八的800元，没了。嗯。然后第一个，一、二、五、九、四、七，哦，有了。是吗？嗯，200块。然后那个多少？6啊。哦，整理一下吧。最后这一张69号，它的英文代码是 TWO， 中了第一局，这里有对中一个8，所以是200。五掉。这一期的谁来选号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想要参加下一次活动的朋友，可以点开下方的说明栏观看规则，并在这部影片的下方留下你想给我们刮的号码，并且加上谁来选号4个字。这一期的留言截止日期到7月23截止，请大家记得把握时间留言。感谢收看布布不霸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